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很明白喜乐的这个概念。那你说这个喜乐，那是不是说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个喜乐呢？其实快乐，我知道可能我喜欢做一样东西，我想吃这个冰淇淋，我是吃到了，在当下我就很快乐。而女生是买豆包，买个衣服，哎，我买到了，刚开始很快乐，但是呢，的确它会消失，因为这是那个短短的一段时间。如果你 买完了之后，你得到了，可能就快乐，可能马上就随之消失了，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是喜乐到底怎么样才能获得呢？有点难回答，因为我觉得是上帝赐予的，嗯，这是上帝赐予的，给你的一种礼物，对，它是一个礼物来的，对，不能靠自己去做什么而获得，对，它不能对，因为所以我说。 虽然没有冲突，但是快乐不能等于喜乐。是，喜乐好像是比它更长久，或者是不能消失。好，那非常谢谢Ella跟我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很有趣。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听完了这个故事呢之后，你们对这个喜乐有没有一点点的认识呢？或者有没有一点点的体会呢？ 那你们怎么看这个快乐和喜乐？或者在你们的生活当中，你觉得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让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，可以通过不孤单地球的邮件和短信来联系我们。我们的电邮是 不孤单tvtuban@良友.net linkao@ngyou.net，电邮不孤单拼音@良友拼音.net，短信可以发到13229966022，13229966022。 此外，各节目均有自己的节目留言板，不孤单地球也可以在直播时段用记录空间跟听众互动。那也可以搜索网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一邮电台所播出的这档节目，我们是您人生路上的良朋友。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， 欢迎你透过短信13226122，或者是电邮